啊，都是专业演员和美工，都是在好莱坞干过的，你算是赚着了。我还以为是导演安排我们试戏呢，谁知道导演也没好眼光，挑我这么一个不像贼的贼来给你试戏啊？真是，新锐导演，艺术眼光不一样。说什么艺术眼光？哎，我不理你什么艺术不艺术，不过，谢谢你帮忙是真的，对不对？哎，你们干嘛呢？给点音乐好吗？我们付钱的。过了。哎，那后边怎么办？放心吧。都安排好了。嘿，果然合理活回来的啊！哎，知道了，先这样。龙哥打电话说新人马上就到了，可舞台那边还乱作一团。找彭达说。彭达，你得想想办法。彭达，你不是说怎么办呀？你想想办法啊！别急呀，怎么演？听，这胳膊断的也太不舒服了。我再听听我解释。冷静一点。怎么能进来？不，除了他，还有谁会进来？我想想办法吧。排了几天的白牌。没办法，算演了，赶紧别演了，算了算了啊。哎，我们也是在这儿长大的。那个彭达，不用说了，大概我都猜到了，叫他们收工吧。啊，收工？哎，你也可以回去工作了。可是，回去吧。事儿我怎么干活儿？你要咋？别唧唧歪歪了啊！穿这干嘛？你说，我说过啊，你们俩要成了，婚礼我来给你们俩办。谁俩？你还装？什么事儿？哎，你看呐！哎呦！哟，你们两个讨厌啦，讨厌啦！怎么样？喜欢吗？满意吗？了解，龙哥，了解，龙哥。哎，快快快快！音乐响起来了。办的比较好。了解，龙哥。你就坏了。
我师傅在上头呢。谢谢谢谢，恭喜啊，恭喜啊！谢谢。所有街坊们，我们老街的集体婚礼现在正式开始。天敌，这天敌，天敌，懂吗？坐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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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坐。什么事啊，警察同志？啊，你是彭达吧？我，是啊。我们接到报案，你涉及一宗诈骗案。诈什么骗？走吧。什么意思啊？事情的原委我们会调查清楚的。哎哎，老婆，别这么着急，听听。哎，他凭什么？你和龙哥招呼大家，我很快回来。走吧。等一下。真不吃啊？不吃，我要减肥。女人不能太瘦，瘦了身材都没有。那我吃太多，变成你那样不麻烦了？嗯，不错。人带过来了，你们聊吧。嗯，坐吧。老板，再炒一盘。好嘞。你早就醒了，怎么不告诉我？我早说了，谁帮我刮胡子？我躺在病床上的时候，谁来看过我？谁说了什么？谁关心我？谁批评我？我都一清二楚，一点都不含糊。这次是偷跑出来的吧？谁说我偷跑出来的？我申请出来的。申请出来？嗯。那你什么时候出院？不知道，医生还没说。他说啊，王先生。嗯，我们差不多该回去了。他管得我挺严的，我不想明天吃那个病号餐。嗯，好啦，多吃点。嗯，那我送你吧。走了。欧阳先生。嗯，有什么事啊？拐杖。哦，谢谢。走，走了。记得照顾好啊。嗯。为了保护这条古老的街道，酒店宁愿牺牲自己商业上的利益。而到了今天，正是由于这条古老的街道，却给这个酒店带来了源源不断的客源。让我们来看，年轻人啊，就应该一步一脚印的走啊，不然的话，还没建功立业，就已经跟老头子一样了。来坐。我啊，我是福大命大，不是有特别本事，而是我运气好。当年从小生意做起，一分一毛都是老百姓给的。我应该懂得感恩呢，不能过河拆桥。如果有了钱，昧了良心，老天爷在看着我的。我知道了，干爹，你放心吧。欧阳先生真是个好人。等小茶馆赚了，咱把治眼睛的钱还给人家。嗯。我们这是要去哪儿啊？一边有我的思念，是苦是甜，是哪一种感觉？如果有一天